有干预庶政之嫌，特来向天子请罪。是陛下让臣带给殿下的。殿下是不相信臣，还是不相信陛下呢？是御赐，殿下脱下的，就是抗旨不满。是臣私人奉献，殿下穿着的，就是请罪不成。信与不信，穿与不穿，都在殿下。朕给他的衣服他穿了吗？小人这就下去再看看。不用去，他不冷。这三郎又不想得罪陛下，又不想让卢世瑜吃亏。真让卢世瑜放手一搏，他这观里还有一线希望。什么都想保全，到头来什么都保不住。太子早过20岁，那群清流使尽解数，陛下还是不肯给他加冕。3年前你观里成亲，本说早该去封国了，可是陛下就是不肯放你走。启禀娘娘，大王，武德侯进宫了。顾思林，他赋闲在家，他来干什么？